少人想试下搬出嚟住嘅感觉。尖沙咀有间全新服务式住宅啱啱开幕，行简约舒适风格。呢、這个开放式厨房充满空间感啊！隔篱嘅休息区用咗多块大玻璃，使用咗自然采光设计，令成个区域都变得好光猛，睇书都唔怕坏眼啦。设备都几齐全噶，有仔碗碟机，亦有焗炉，可以煮下嘢食。公共空间同层仲有洗衣间，得闲仲可以上天台睇住日落，倾下偈添。系时候睇睇最大房型啦！一入嚟就见到采光几好、啊，设计以木系黄铜为主，厕所门口设计同木墙融埋一齐咁，里面就用咗蓝白瓷砖。呢间中房型仲会有埋浴缸，翻完工咁辛苦，最啱就系浸浴啦。床尾有电视，床下面仲有唔少收纳空间添。跟住落嚟就系睇细房型啦，同样以简约风为主。呢间房麻雀虽少，五脏俱全。走廊出面仲有微波炉同水机，咁就唔怕半夜肚饿口渴啦。